噔哒啦哒啦哒哒哒哒哒哒啦啦。我不由自主的有一点小快乐。你是怎么进来的？玲玲姐，你怎么能随便把钥匙交给一个异性？异性怎么了？我之前有个对象，就是合租时找的。苏浩安，你是不是有病？我一大老爷们儿和一姑娘合租，合适吗？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租上毒花厂。哎，都这么多年哥们儿了，你和我装什么装啊？既然决定要合租，有些注意事项还是要谈一下。第一条，注意卫生，公共区域穿着不能过于暴露。暴露？你想得美。带朋友回来前要过问对方意见，无论是同性还是异性。放心，我还没女朋友。不过呢，你也别高兴得太早。接下来你住主卧，我住次卧，主卧会带一个卫浴。你住主卧，你交的钱多，理应你住条件好的一间。我交的钱多，理应我选房间，懂吗？那好吧。白色就是属于我的颜色。向朗回国了，乔乔怎么没和我提起过啊？向朗回国了，我大概周四有时间。你周四打算出去玩？和向朗，我发小，你们高三是同班，还记得吗？没印象。要不你们就来我的酒吧吧，照顾一下生意嘛，我给你们打99折。嗯，我考虑一下。你们知道我最遗憾的事是什么吗？我最遗憾的事就是没能和以凡一起去颐和大学。咱们来玩真心话大冒险。桑岩，你上一次坐飞机去的城市是哪？颐和。颐和？今天是我扫兴了，你们继续玩。我明天还要上班，先走了。我看你是故意找茬。阿江啊，以后你还是转回文化生吧啊！妈，这都是为了你好。到底是为我好，还是你和郑叔叔觉得开销太大？我想继续跳舞。别跳了，以后你去大伯家住吧。温少将，你在这干什么？老爷，我以后都不能跳。那我学了之后跳给你看，行不？温少将，我会一直陪着你的。温少将，你一个人在这干什么？你自己能走吗？还是要我背你？